really great wine bar over there. Really? Would you like to grab a glass of wine with me? Yes. Let's do it. 是白一起吗？哦，我就不去了。OK. 。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dinner tonight. I really appreciate it. It's my pleasure. See you next time. See you next time. Bye. Bye-bye. 这位客人想要在回国前当面向你表示道谢，你做得很好。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经理，我接个电话。好。喂，浩宇。我的会议结束了，你在哪？没有，我还在家，不过我马上出发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嗯，好。夏乔。浩宇，你是谁？你是夏乔还是慧珍？我，你是谁？浩宇，你听我说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夏乔，我是李慧珍的朋友。夏乔，浩宇，浩宇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告诉我，真正的李慧珍是不是一直都在我身边？找我，是不是想我了？你这伤是怎么受的？是不是我去采访那天你跟着我去了？然后因为摩托车出了事故，所以才受的伤是吗？快说啊，是不是？啊。听说你拿错了车，听说你可能会出事故，可能会受伤，我第一时间就冲过去了，没想那么多。那你都不告诉我？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就这么远远的关注着你，祝福你们，不是挺好吗？雷木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如果白浩宇对你不好，记得你身边有我。我和你虽然没有十几年的感情，也没有青梅竹马的回忆，但是在任何时候，你只要需要我，我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。
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善良，所有人都应该感激你？像你这种人，是不是从小到大都没有朋友？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，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互相帮助，后来他搬家了，我们就失去联系了。因为他跟我说，只要学了街霸，然后能够打赢这个游戏的话，就可以在全校称霸。你真的是一点进步都没有啊，白胖爷。小胖爷，因为我天生就自来卷，一遇到水就会变成这样。安全，放心。接吧，接吧，记得在我面前永远不要做违心的事。慧珍，你是李慧珍吗？对啊，我是李慧珍啊。慧珍，好久不见。什么好久不见啊，副主编，我们刚才不是才见过面拍过照吗？好久不见，你过得好吗？好久不见，白浩宇。去吧。那个，没关系，去吧，去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。对不起。那天我们竟然是一前一后来到这里。嗯，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。你为什么这么傻？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因为其实那天我们第一次在桥上相约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去了，但是你没有认出我。我在桥上站着，你就直直地从我面前走过去，看都没有看我一眼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觉得我已经不再是你记忆当中的李慧珍了。我不敢和你相认，因为我觉得我配不上你。因为觉得自己配不上你，所以才找了夏乔来顶替。